哎，兄弟们啊，众所周知，永劫无间上线至今一直都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捏脸啊，或搞笑啊，或者还原人设，对吧？那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把这些捏脸啊来一个性转，或者转移到别人身上呢？比如这是男版的沙暴蟑螂啊，虽说有点怪，但是起码还有点帅，对吧？哎，然而性转到女角色身上呢，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我们走吧。对不起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不走，我就不走。然后橙子之前不是捏了刘关张三兄弟的捏脸吗？原本刘备这张脸呢是武田信忠的，哎，被我们转移到吴晨的脸上之后，画风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万劫不复，那我便将一切推倒重来。大哥，你穿成这样是作甚呢？然后我和小伙伴就突然间冒出来个想法啊，把三弟的脸性转捏到沈庙脸上，哎，会发生什么呢？结果就有了以下的画面。郑重提醒，辣眼睛慎看。不认识我可以，不认识我的手冲我可不依哦。等会儿，倒数第二排的第二个。哎呦我操他！不是，你确定啊？黑龙蛋39，你死了啥？一两，哎呦我操！鼻子整体，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？六万七负43，哦，肤色 H5 S46，无一59，光泽度100，老化53，金属度85，肤质第一个。不是，我操，我受不了了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哎呀我操！帮我看看，不是，我受不了了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我炸了！哎，我你妈笑的肚子疼啊！不是，你们就想一下，你们想一下啊，就平时游戏里面啊，你就顶着这张脸啊，你就在那里啊，妙啊妙啊！哎呀，你像什么画面，兄弟？危机，有这种东西，说不来一点啊，说不来一点。这是人能捏人的捏脸吗？这是太他妈恶心了！来来来，再给你看看我的刘备家人。我操！辣眼睛！真辣眼！